我被毕业了，33岁，第一批90后，在上海打工10年。电视剧中这个时候一定会抱着一个离职箱，但是我不一样，我东西比较多，自己带来的座椅也不能留下。这个时候失业，我不敢想象能否找到工作，焦虑接踵而来。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。你在哪里？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在外面，你过几天再回去。我在车上，你要去干嘛吗？你别管，我去找自由。怎么回来了？你妈妈呢？妈妈在拉粑粑。你想不想去寻找自由？走。上。退退。我们出发啦！糖果坐好，把安全带系上。我们到鹰塘服务区了。鹰塘服务区吃的好少啊，回去房车上吃泡面吧。泡个面。